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这个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我这搭档真的我特别感谢人家。是吗？人家一直帮助我，哎，鼓励我，指引我前进的方向。谈不上，我这搭档啊，就是我的导盲犬。哎，就我这前面路，我咬死你！咬我干什么呀？我怎么还导盲犬呢？像这猫，你翻就翻墙了。我咬死你就翻墙了。就说我这搭档人特别好，好，特别善良。哦，哎，我这搭档就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哎，真的，我们生活不还是狗吗？不是，这么说是让观众朋友们对您这个印象深刻一些。哦，还是对我好。演员们都得有自己的标签啊，那也不能贴狗的标签啊。应该是响了，应该挺不是这儿听不着观众的笑，应该挺响的。你看他寸的这尺寸，你就感觉应该挺响的。现在你已经能听声辨掌声了。不是，你肯定啊，他要没响，他至于寸那么长时间吗？对对对，有这标签你怎么不贴呀？我不贴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是。哦，你不是，我也不是啊。我有自己的标签。你什么标签啊？我相声界的音乐一哥。嗨，音乐一哥。我看你像相声界的拉布拉多。咱们这个相声界不能有两条导盲犬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什么呀？这都是不是你一个相声演员怎么还音乐一哥呢？就是说我对这个唱啊音乐特别喜欢，而且喜欢研究。研究什么呀？平时那些歌星的演唱会咱们经常出去观摩学习去。看过谁的？有一个歌手大伙儿都熟悉。哪位？陈奕迅。哦，香港歌手。那次我去看他那个演唱会，我记着现场他唱了一首歌嗨爆全场。哪首啊？叫什么因为爱情。不是，这歌也不嗨呀。你看你还不信，我给你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啊。啊，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哪儿嗨了？也许会突然忘了我依然爱着你。听到歌曲我们红着脸躲避，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你把我埋在春天里。春天里走。你看那陈奕迅唱得真不错。对，唱得挺尖的。我去看演唱会那就是为了学习去了。不是，你要真学习呀，你得学成歌星的特点。哎，这你说对了啊。成名的歌星都有自己的特点。都有什么特点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啊，有一歌手叫张宇，就这苦情歌王。他唱歌什么特点呢？什么呀？含糊不清，你听不清楚。哦，对，他那是天生的，那感觉特别好啊。谁告诉你天生的了啊？谁告诉你天生的了？怎么不是天生的？张宇为了能有这个感觉，一直苦心练习呀。怎么练的呀？张宇平时练歌的时候，他都是这么唱。不是，怎么还勾着唱啊？这把嘴一勾，张宇的感觉就出来了。这能吗？你看我给你来一来啊。啊，张宇的感觉，我看看。日子下，气温无山融洽，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哎呦，这个像啊，这个真是，那这个尖下去了。你看看怎么样？哎，这还真是这么练出来的。哎，但是这个也不能老这么练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老勾着嘴呀。啊，这个就是容易回不来呀。这个张宇改赵四儿了。哎，这是唱不清楚的啊。唱得清的我也研究。谁呀？费玉清。哦，就那小哥。哎，人家这个唱歌的声音特别的干净。哎，对，天生的好嗓子。谁告诉你天生的？谁告诉你天生的？那怎么回事啊？为了能有这个干净的嗓音啊，小哥是单独重金购买了偏方。什么偏方？喝消毒液。你这方也太偏了。为了消毒干净嘛，能行吗？你看每一次小哥上台唱歌之前啊，都得先来一口。是吗？这要唱了。哎，这消毒液度数还挺高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嘿，哎，不行，撂下吧，撂下吧。
这也不能总喝呀。这两位歌手呢都是这个流行唱法的、对，民族唱法的我也研究。谁呀？腾格尔。哦，那蒙古歌王腾格尔唱歌啊苍劲有力，天生的硬汉。谁告诉你天生的谁告诉你天生的？他怎么回事啊？腾格尔老师生活在这个大草原上啊，他是一直吃牛羊肉长大的。这个人就容易上火。是啊，一上火就容易便秘啊，一便秘他唱歌才有力。不是，人是这么回事吗？你看他唱歌的时候，你只要找着这个便秘的感觉，他的歌就出来了。能吗？我给你来一来啊。啊，拽点纸。嗨，蓝蓝的天空，洁白的羊群，清清的湖水，那是我的家啊。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不是，我没明白呀。那最后怎么就这么好了？痛快了。嗨，还真行啊，你这个。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对这歌手研究的透透的。就是对这歌星都有研究啊。不光是歌星啊，歌曲我也有研究。有什么研究啊？会的歌多啊。就这么跟您说吧，我能看见什么唱什么。看见什么唱什么？有这能耐。我考考你行吗？没问题呀。哎，比如说看着山了。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岸川。看见海了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。看见草原了。呼伦贝尔大草原。看见河了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看见我了。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了。蟑螂啊，唱我。丑八怪呀、谁是丑八怪呀、猪你的。我是猪啊。男人哭吧。我不是男人啊。嗨啊，也对，他是导盲犬的吧。谁是导盲犬呢？不是，让你唱我你就唱这个。不是，我知道唱你唱什么事儿啊。不是，你要唱我唱唱我搞对象。听着啊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。农村姑娘太老实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。这姑娘谁呀？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长什么样？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射出闪电般的光明。黑猫警长啊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还挺粘人。在你面前撒个娇，还有喵喵喵喵喵。我们得出去玩去。走四方啊，路迢迢水长长。去哪儿啊？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。出国。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怎么去？你挑着担、我牵着马。我们俩取经去呀。我哪知道你想去哪儿啊。我情侣出去玩，你看看花啊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呀。我们俩上坟去呀。不给你省钱吗？不用省钱，我这人不愁吃不愁穿。手里捧着窝窝头。我有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我有房。铁门哪、铁别唱了。死根儿。这还死根儿。会的歌。你会干嘛呀？你这是会的歌多呀。你会这么多歌有什么用啊？你看看，研究这些歌就是为了给咱们相声服务。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尤其是得研究这些新的劲爆的歌曲。什么呀？你比如说现在有歌叫野狼 disco。 哦，就是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那个。咱们拿过来给相声服务，咱们来一回这个。哎，咱们来一回相声 disco。 这怎么来呀？你看肯定是全场嗨爆。能吗？咱试一试啊。来 music 走起来。
来啊 ！Everybody， 造起来！造起来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天给大家说段相声。Yeah， 咱们今天是一段拔扇屏，咱们明天是报菜名。是啊，咱们明天是一段报菜名，咱们今天是拔扇屏。对呀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马志明，万水千山总是情。没错，给我来点掌声行不行？呐喊声别停。不是，咱这就是全场嗨爆。咱这是低听胡闹。别说了。